线路很好。五。可以正常查，线路够了，线路够了，继续。下一点可以。没有。下一点。这不用碰。线路力量都非常好，很好的一个位置啊。对，可以说还是不错的。确实林芝和杨莹这对组合之前的比赛经验啊也非常丰富，包括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拿到了资格赛成功入围，然后在今年5月英国举行的世锦赛上也是参加了混双的世锦赛，两个人是4胜5负，最终排名在了第5位，所以说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大赛经验也不错，对，很有这个希望的运动员。对，高点儿够过了。OK。好球，效果非常好啊！这样一个特定，是。这是双人的战术，大家看，可能还是主要是把自己的球留在对手球的前面。是的。所以说，双人的比赛前几壶啊，经常会在营内啊出现一个还蛮复杂的局面。对。基本都是一个粘或者一个粘科。对，因为前五球是不允许击打嘛，所以说一定一都是小力量进行一些处理的。是的。看林志，力量咋样？线稍大一点，还行。推挡九，下线推挡是吧？这个九，等线啊，线路下线偏大一点。下线，下线你的，下线。那又磕了一点前面的红球，线路偏大了一点啊，力量还是挺好的。是的，这球线路稍微有些问题啊。先查一下，头上有点小。我来，我来。这样的话，南嘉文赶紧选择这个逆时，旋进，旋到这个六区左右的位置上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力量几？粘可能大点。往磕磕磕开。线路还可以啊。能过去吧？啊，能过去了。旋过来了。嗯，漂亮。劲儿偏大了一点啊，投到了这个圆心的后面。对，一个八区左右的位置。这样的话，从逆时针场地右半边来说，还是说整个场地是敞开的，有线路可以进行一个粘的。是的，看这球林志会不会选择直接粘上去啊？大一点底线，力量这个线路还可以，力量。现在是5-6，正常打就行。感觉力量还不错啊，只是线路。嗨 ，OK， 线路很好。粘，下一点，下一点。插到底，不错啊，应该能过去。球，漂亮，这球粘得非常漂亮啊。线路控制非常精准啊。是的。今天这第一局下午第一局一上来啊，两队的这个进入状态速度还是很快的，手感都非常好，这几个球投的都不错。甚至传自己的球好一点。你这球漏1/3。相信确实对，经过早上的比赛之后，南嘉文他们肯定对于这个场地啊，包括冰面也是更加熟悉了一些。嗯。而且在这种冰壶比赛中，这个连场打呀是有一定优势的。嗯。因为两场冰的这个。因为时间比较近嘛，所以说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。是的。线底线，底线加好，底线陈立浩，浩，再来浩，浩够不够浩？我传那个吧，我松。哎呦，磕了站位啊！我行了行了行了，够了是的，够了是的。这样他没事儿 ，B 计划也实行的不错，因为是后手。对，就是把中区的，是把中区的站位先磕开。对。线路小了一点，
择站位啊，保护到这个自己圆心的一颗黄球，已经把线路封锁上。没有下到这个最好的位置啊。对，你想什么力量？这样的话，中线这个红球露出来了，可以用它进行一些传球、磕球。对，看这球是传击。是的，会不会选择一个传击啊？行，老差不多吧。可以，九秒球边没问题。球边扩一点，跟你上五似的。行，你上五球边九秒离出来了。行。选择了传击啊，九秒这个力量。陈嘉文在上午的比赛中啊，其实也打出了非常多的这种好球，成功率也非常高。看这球怎么样啊？哦，放里！哎呦，偏薄了一点打的，哎，应该再掉下来打厚一点。这样的话，中心那颗红球挤到了边上，整个圆心还是敞开的。现在看应该是红球一个进。对，红球的有一颗红球的位置是靠近圆心的，但是整个圆心其实它还是敞开的，而且对，其实这几颗球位置都不好，都在踢线后面，圆心后面是当可以当做垫背球来使用的。对，而且上方的这个站位弧也是没有站到的。对，第一投的那个收点点。杨莹先手最后一投，选择粘球，粘到这个最近离圆心最近的红球上面。下得很好啊，志哥。出手也是马上开始擦冰了，想力量偏小一点。下得偏大一点，现在正常。一定要擦进来。球线路还可以，没问题。哎，好球。这样的话，这颗黄球也很不太容易处理掉。对，因为很容易跟下方这颗红弧形成关联。红队现在选择用自己的球进行一个打甩，把黄球挤到这个场地的另一边，看看能不能有两分的这个机会。十秒就行。九秒。九秒，行。不用太大劲。行，这边有点切角。切边啊。看出来了，嗯，没事，不要有一点这个站位有点挡住了这个线路啊，劲儿大点，你尽量让它掉线，你别让它看看能不能磕到这个红球右侧红球左边里边的一部分，然后滑到这个左侧黄球上方，把黄球挤出去。对，哎呦，哎呦，这球偏直了一点啊，这线路偏大了一点。我出来就没有能够磕到那颗黄球。嗯，再小一点，这个力量可能没有选择一个合适的力量啊，力量一大的话，导致这个线路就偏直，掉不下来。对，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力量比较小一点的力量去进行击打这个球。滑动了一点，不够远。对，这球甩往近甩了一下，但是没有磕到，还是比较可惜的。第一局比赛结束啊，这边林志和杨莹是拿到一分。这一局总体来说双方打来是比较保守的，各自的投壶的成功率也是很高的。这一局还是单家文队来后手。
外线。顶线一直擦，这个科也没事儿。子虚，也是一出手之后马上就进行擦冰啊。擦一下。顶线对，顶线擦。OK。陷入两个非常好。不错，这球效果不错。旋进来，停在了一个六区左右的位置。在早上我们也提到过啊，在之前首钢站的比赛中，南家文组是四战全胜，而林志组是两胜两负，排在了第二位。确实，这两队都是非常有实力，而且也是比较有经验的球员啊，在一起组合。所以说，就是每次这种实力相当的队伍在一起打比赛的时候，更考验的是他们这个当时的这个状态发挥的怎么样。是的，尤其是在比赛之中啊，不管是在逆境还是顺境中的一个心态把握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非常好，再来。这球还是想沾。悬负了啊，这个稍微掉线掉的稍微大了一点，正常应该最好是粘到这个黄球，我们看到这个右侧的一半，两边都可以，这样的话后期一处理的话黄球就会飞出去，没有相关的这个角度。这双人刚开始这几个球，每一个球的这个粘球啊角度都是最重要的，厚一点薄一点会影响这一局的得分情况。既然是这个点，是的，又可以收一点吗？张威，这边这边还是这边，这边挡全球线就行。哎，我们之前也提到，在混双比赛中前三个球是不允许打击的。前五个。啊，前五个。对，这对两个队的球加一块，前五个是不允许击打的。是的。你去三区吗？所以说，在前几个这个球的情况下，现在还可以，双方还都是选择这种粘球。对。到字儿的就行，到会字儿的就行。我看现在是三区半，一刷不擦。可以，下来了，已经不擦了，这个一刷不用动了它。行行，小一点也行。现在就是差不多。近一点。OK， 算了，选择了站位，保守一点，看看这局能不能再投一分。对，现在在大饼上方啊，有两颗站位的黄壶。就还是做一个清障，效果还可以啊。这样的话，起码减少掉了一颗黄球站位，虽然说中间那个站位还是在中线上的。然后中线偏外半个球，一个球就行。还是站位啊。因为营里这个比较有力嘛，只要做到保护就可以了。必须啊，这个下来的话可以，可以下两线稍微下线擦，先要直线来。二，下一点。二，得下，还得下二，二，二。OK， 可以。没问题啊。对，还是选择在上方站位啊。这边南家文这边还是得先清账，对，所以现在局势都比较明朗，就看两队谁的成功率更高、啊、看谁先失误。对对，一定要减少失误。选择了传击啊，直接用这个三区的这个站位打定，然后去进行营里的一个击打，看能不能把黄球打出去。这球难度还是不小的。对，需要力量会比较大一点。哦哦哦哦哦哦，一个一个一个，还是一个。哎呦，还是清掉了一个，线路比较大，没下来。我也还好，把中线这颗站位壶清掉。林志这边还是继续站位啊，
二区半。可以下一点点。他可以不用下了，不用下了。要停就下两刷。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球。没问题啊，这种简单的球完成度还是相当高的。对，就继续站位，而且没有出现失误。那这样的话，还是给到南佳文这边啊，看怎么选择。对，一定要用这种自己简单的这种战术去让对手去打更难的那个球。是。其实，在这种比赛中，就是拼谁的失误更少。对。二藏到底，苏二没问题。二接近。哎呦！哎呦！还是掉下来一点啊。对，这球把红虎往外接了一点，没有能够打到这颗黄虎。这个在不过是一个很好的尝试。啊？这个在站台要找完，是不是有仨呀？我再圆一个。这边头有。是吧？我感觉是，比那个红的近就行。我刚才滑的是一半半点，你觉得我是？一个点。嗯，还是那点。出手。嗯，还是那点，很直。那不是贴边过的吗？那点稍微再来一点也行。其实我感觉差不多。你稍微再来一点。行。跟那磕的磕出来。可以可以。或者你可以直接拿那个拔波，有没有？对，我说他要给我打出来的话，我就不打了。选择旋进啊，这样的话往这个三分圈的这个位置，红圈的蓝圈的这个位置再投一个。他直接往里投。地上。地上现在是。下路可以。三。看看能不能两分牵制这个后手。下线磕一点红的，这个二。扣着了。啊，可以。哎呦，这线路稍微大一点啊！对，他应该还是在这个站位后能藏死的。我只能拿这个软了，我感觉，拿这软吧。他一个进呢，还。他一个进，他俩这样的话，黄湖形成了一个两分的牵制。对，但我没放点。不，这儿就踢点劲，应该也差不多。打到这儿，这打到这儿太难了。我要上这儿来写大点。两分，这个是，这是两分。打完这球是两分，你乱一个吧，那个不好打的，我那得老平了。你确定？你看一下打到哪儿，用手比量一下。打到这儿，打到这儿就行。想用这个左侧红球进行一个双击、双飞。不用很行。打到这个球差不多要三分之一甚至更薄一点的这个左侧的位置啊，把这两颗黄球打出去。来吧，对，这球角度一定要打薄一些。对，你那个软蛮好。因为前方这两颗站位弧啊，确实角度。上方中路是没有什么角度的，前方战略弧只能选择传击嘛，但是如果传击的话，这风险也是有比较大的，很容易相关。是的，大力呗，大力球中间。看他选择了哪一个？这个线路看起来像选择了传击，好像是。对，力量也很大。选择了传击。对。没有了。但是、掉线了，没有传到啊。这样的话，两个黄色弧有两个形成得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林志他们队再次拿到两分，后手继续偷到两分。先手偷到两分。啊，先手对，先手偷到两分。确实，局面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。嗯，的确发挥也不错，这个每个球衔接做得很好。是的。这也是林志他们组合啊，在我们这个二区场的冰雪基地的第一场比赛，目前看来他们适应场地做的还是不错的。我们之前也提到，其实这两队组合也算是老对手了，经常在一些比赛中能够碰面。在今年八月举行的中国冰壶队内对抗赛中啊，林志和杨莹他们这个组合也是获得了最终混双比赛的冠军。
而且非常有趣的是，就是他们在半决赛中正是他们7-6战胜了南加文他们队。所以说两队一是实力比较接近，二是互相对于彼此啊也非常的了解。来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，依然是南加文他们队进行后手帮。底下一只擦这个，底下一只擦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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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过过这是二。线路偏小了一点啊，让人出来，这样磕了一下站位，对，磕到站位，小的失误。力量我感觉不错，应该擦过来的话，差不多五区应该没有问题。嗯，线路稍微差了一点。对。姐，嗯，我感觉是，然后叔叔吃了给了点，先擦吧。差不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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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。得擦吧，得擦点，我还没进线呢。六区最好。力量偏小了一点啊，但是效果还可以。线路还不错，停在了这个，对，失误趋向是好的，停在了这个大本营的前区。是的。这样的话，顺时针还是可以进行一个旋球的。收一点，收一点，再收一点。力量顶线二，传一个这个二，完劲儿不够。OK。线路可能出来偏小了一点啊。嗯。找个角。自然停就行，就是一个正号。这边选一个。哪个点啊你？对，就那么大。这边点球是走的是这样。嗯，这个角度还不错，停在了这个黄球算是正前方吧，这样做成了一个自然角，这样随便。打到前面黄球哪个位置都能传击到后面那个红弧。看吧，对，有点大，七二，有点大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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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线来，来我感觉劲儿有点大，下线，还是选择旋进啊，下线下到底，我觉得劲儿挺好的，大吗？这么来就得擦，有点涩，得擦下线下到底。五区四区下线，不擦了，挺前面的。能往下这点吗？能，自己够转的。马上这个黄湖，我猜应该是选择击打，还是利用刚才上一球站那个位置的角度，对，进行一个传击。必然啊，这个转。因为现在大本营方向已经有三颗红湖了。零二，这个球的难度不是特别难啊，这个因为角度比较好嘛，对，这样，差一点碰到后面的红弧，形成一个传击之后啊，先是清到大本营方向的一颗红弧，悬不够悬吧？悬应该不够悬。我说顺时针呢，不够悬吗？感觉够呛，我这球有点别。你的球别你自己。有点别，我得接着没准够。再打薄一点，再偏左一点，后面那个红球也能磕到，一起带走了。嗯，对。但是我最好是按你那个板下去，扣六零。可以。啊，六零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大了，往这儿太里了。没停上，那还得休息。我感觉差不多了，我感觉还行。顶线带着啊，我不用了，下线。传吧，奔传来吧。下线。我不擦劲了。行，下线往十区呢。可以，顶过去。还是偏大呀。下线就行，不用顶。
看能不能旋过来。这球啊！哇，加油，不能擦。哇。OK， 可以。还行啊，张耀华是三分牵制。齐梁。我没停上。这一局先手很危险呀、啊。那应该是七人吧。我拿前面找也可以。可以。那你拿。拿哪个找好点？中间那个。拿这边啊。这边那个。这边那面大。他那个中间那个打不好不行，打定。这球是不是还要利用前锋的站位弧去传啊？对对，因为直接打是没有角度的，还是用自己的这个球进行传击。对，打成的话效果会比较好。肯定，二，爆爆爆爆。这个属于意外效果、啊，打到外面那个自己的黄弧又弹回来，把自己红弧打掉了。好，但结果还是不错啊。那这样的话可以接受这个情况，起码这个黄球现在是停在大本营前区的，是可以留着一会儿传啊这种。这样的话，红弧现在只有一分了。线有点小，顶线，那线过去，嗨，过不去了，就卡了。线路小了啊，过不去了。顶线把这边挡上来，顶线顶点。哎呦，这球，啊，力量其实我感觉也偏小一点。他如果过来的话，也是这个四区的位置啊，赢不了这黄球。感觉好不好投？也可能是这边场地有一段时间没投了，对，它产生了一些变化，场地会变色一点。感觉还行，投过两下能下去，有些近是吧？你就过着，吊着过肯定能下去，一半一半。行。一半。这样的话，后手只能选择逆时去投一分。因为实在处理不掉这个圆心这颗红球啊。对。二，线路够，这个力量。力量还行。可以顶线带下线。哎，这时候不能放松呀。确保。哦，看起来线路力量都不错啊。下线。线路非常好。线路还可以啊。哦，停在这儿。好球啊！好球。这样的话，黄色风必须拿一分了。这，我感觉我都不知道。但是先手这个对做的非常好啊，这个衔接。这一必须拿一分。逼后手只能拿一分，而且他还必须要投的好才能拿到这一分。是，这球位置非常不错啊。也有影响打吗？但是这局拿一分好点。你如果这局拿不着一分，看是要打还是直接就旋进拿一分？这儿走一个。你打这个也行，来吧，可以，可以。想一下啊，打成了有两分到三分。对，但是这球打的话难度稍微大了一些，因为打的有点多，没全漏。嗯，听到这也是运动员说没全漏出来，所以说有一定站位挡住了，比较危险。选择投一个拿一分，还是采取一个稍微稳健一点的战术。对。急。八区，嗨，推一点，嗨，保证线就行了。嗨，往，嗨，往，动了，力量，力量很好，下线要磕一点，要磕一点。力量看起来不错啊，线路也非常好。磕一点，哎呦，还是黄球进。哎呦，对，这球劲儿大，还是让对方、线路没下来，是应该再掉下来一点的话，磕这个球内角会比他近。还是这样的话，让对方再次偷到一分。黄球的战术实施的非常不错啊，而且成功率跟得上他们的这个战术。是。那这
就磕了一个外侧，对，没办法了。别打了，大炮不溜。选择了这个边区进攻啊，后手，嗯，想把这一局把这个比分的差距找回来。分找哪一点呀？就这个就行。然后踏板来一点也没问题。行。现在80看的话，第一局第一球的这个先手战术啊，选择把自己前面黄色站位分开，让他后面那颗红球暴露在外面，不给他这个边区进攻的机会。力量可以啊，可以，哦，稍微有点降，哇，可立，哇，下线，哇，哇，感觉看起来不错啊。二，对，这球接近，再来，分开一点，可以，好球，这样的话就够用了。对，是，让这颗红球在大本营方的红弧暴露出来。因为经过三局比赛之后啊，南加温他们队其实是0-4落后的，所以这一局看能不能利用这个边区进攻能够拿到一些分数。多大看一看啊，先等还行还行，一样啊，还是说后手赢里已经有一个了，所以说把第二分投出来，两分牵制。一定要插进来啊，这球很极端啊，这个球，这球擦了一个边儿。我也可以，这样也算是这个两分牵制嘛。啊！但是对手是有一个往后面旋过去的一个机会的。对。这球力量有点问题。玩一个吧，还是拿你这边，还是这边。这个黄的还是传到营里，对，我下来就能打了。你给的我给一半半点的放下，收点。没有选择这个旋进啊，还是选择把自己的这个黄色站位传进营，还是让前面的这个障碍弧减少一点，然后等到能击打的时候直接去打这个营里的这些球。是的，力量大的稍等，还可以带着，我二，三分之一，可以。别碰，效果不错。好球。不错。很理想的一个效果。对，这球结果还是不错。那这样的话，黄湖是更近的一方啊。而且这样的话，后面如果击打的话会更好一点。两刷十秒差不多。这么两刷吗？现在红球也是说赶紧处理掉这颗黄球，让自己变成这个三分牵制，但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灵智的这个击打能力了。二扫到底，二 OK， 我 clean 哎呦，一定要留下呀，我后来我应该留，哎呦，这球，哎呀，自己的弧也甩出去，出现了一个判断失误啊，这个也是出手我有点着急了，一直在擦冰，这样的话还是一个两分的牵制，能看到这个细节啊，还是很重要的。嗯，每个球判断啊，稍微打薄一点，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。他这个后期没掉，这一直没掉。行，然后我再放一放就好。
这就考验这个混双两名选手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和相互的这种交流。我就混赛了。这样的话，给林志他们这一组啊，压力会少一点。只需要处理两个球就好了，打掉，很接近，很接近啊！这样很好的尝试。对，起码处理掉了一个。对，现在营中只有一颗黄胡，一颗红胡。有点打薄了，应该再掉下来一点，打厚一点。五零，我放一放呗。中间很涩，没事。球速现在是大一点。还是选择投第二分，两分牵制啊。对。而且尽量把这个球跟营里那个球变得平行一点，离得远一点，这样的话不给对手一球双飞的机会。出不去下线。但是看这个线路还不错。这样一下子就有双飞的机会了啊！这有，对，先打左边这个高一点的这个球。反正没太给，应该算三秒六吧，我感觉。如果再往下擦一点的话，平行一点就不太好打双飞了，会好一点。对，就没有角度。这样的话，这个角度只要力量稍微大一点，就能轻松把两个球打掉。看林志今天的击打能力怎么样啊？球速很快啊！哎呦我去，这是啥呀？我去！哎呦，打太厚了，基本打定了，轻轻甩了一点这个。稍微甩了一点点，没有说顶了一点啊。没有把这个另外一颗红胡打掉。好，一样的选择啊，处理掉这颗黄球，变又把这个局面变成两分牵制。两分，这个时候双方队伍谁都不能失误了。对，越到这种这一局的末端啊，越是成功率非常的重要。对，一不小心就会给对方这种拿大分的机会。先打掉，先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，打掉。哇，不是吧？哎呦，这球！没打到啊！天哪！竟然从这个中间的空穿过来打了自己一下，对，这样一下子把自己两分牵制变成对手两分牵制了。是，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别失误啊，然后这一下这球，这是一个比较不应该发生的一个失误啊。对，这稍微有点离谱了。碰都没碰着这个黄的。其实这边感觉稍微直一点。哎，我感觉这力量可能跟使用的力量偏小了一点啊。嗯。来一点，手稍微稍微高点来一点。可以。嗯。那这样的话，就给杨莹一个机会了。这一局非常戏剧性啊。前一秒红两分牵制，对，后一秒黄球两分牵制，给到对手了。所以说一次失误真的是非常重要，直接葬送了好局啊。嗯，打飞了。但是啊，这球也没有能够留在营内。问题不大，因为他们是先手嘛。啊、嗯。但是我留不留在营内没什么区别，其实，因为他肯定是处理圆心的一颗球，他拿一分就可以了。是的。我感觉这儿吧，应该是。小单车过一点。对。你觉得我走哪个点能打定？三分边收一点。三分边收一点。三分边收一点。选择一个打定啊，难度系数较低的一种击打。这边跳，嗨，现在就擦吧，现在还行，嗨，我力量，我力量够打吗？够，够打就带着就行了。好、完成的很好啊。对，这样的话拿到一分。上线啊，走得比你的大一点。我也觉得是。好，起码是先拿一分嘛，先得到一分，把这个局面打开。对，但是拉近这个两个队比分的这个差距。对，现在应该是1-4，但是这个后手局还是蛮可惜的啊。嗯，因为之前局势还不错，但是南嘉文那个失误啊，稍微的有点离谱，葬送了整个好局。对。
不过也没关系啊，这个剧情跟咱俩上午看那场比赛稍微有点像啊，都是这个前几局的状态不是很好。对，加文可能是一个比较慢热型的一个选手啊，是，就需要一段时间去进入状态。对，看这场比赛能不能继续啊，下半场能够逆转。那么四局比赛过后啊，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，一会儿来为您带来双方的下半场比赛。因为刚才第四局啊，南嘉文是后手拿到一分，那么这一局变成凌志这边后手方。点错了，感觉有点。先擦一擦顶线，劲儿够啊，劲儿够啊。线先擦擦线，让他先过去。过去没问题吧？过去没问题吧 ？OK， 够了。下线。一两偏大了一点啊。哎，不错，这位置可以，很好哈，嗯。那种掉线，我不知道你那是。后期减速了这个球。球。可立，力量八八，等等，八九，可立二二二，线路偏小一点啊，插住，可立哥可以，够过了，下线，下到底，下到底，线路可以，看力量，好球，漂亮，这个角度做得非常好啊，得磕到这个球的里侧，然后这样的话把红球。往这个大饼外的这个方向磕了出去。这样还是选择粘到刚才那颗黄球的上面。看，经过休息调整之后啊，嘉文的状态怎么样？线路还，哎呦，这球效果不是很理想啊。对，力量太大了，这样磕到自己后边红的球。磕外甩也行，磕外甩。现在大家看这两颗红球是像一个兜一样，这个垫背就可以在后面。那也就是能磕到这儿，太薄有点关。相关没事儿，嗯，可以。那凌志这边应该是要粘到红球的上面，对，磕一点，轻磕。典型吗？收点，收吧，再收。好，可以。等等，力量大吗？奔踏板来的。我，轻带。奔踏板来的。我嗯，效果还可以啊，还不错，嗯，线路稍微偏大了一点，如果能掉下来一点就完美了。这些球还是把一颗红弧啊直接的磕出了营外。这凌志刚才那颗球可以选择直接双飞也可以啊，因为已经够这个五个球可以选择击打了。对，直接打掉的效果跟那会差不多，把自己后边最后边那颗黄球同时也能带走，因为那颗黄球已经是垫背了嘛。对，虽然说是自己的球，但是它效果其实已经没什么用了。是的，它停留在了大本营的下方啊，非常容易让对方就是拿它当一个垫背球形成关联。这球应该是要直接旋进去。嗯，够了，力量，快接小顶线，快线路非常好，加油，顶线擦
喝了一单是这球。他住啊，哎呦。停在前面也可以啊，也是 B 计划。这样的话，他打的话也是有相关的。对。这样的话，黄球选择再投一个啊，这个粘到这黄球前面也可以，力量大的话磕一点，传到圆心位置也可以。因为毕竟现在应该是两颗进吧，所以说压力比较小。还是给底下带着啊，六区吗？顶下擦。下路还可以，力量可以，可以下路也可以，力量可以等，等力量有点像等等，有点像后边，大有点大，哦，后边也行，能不能粘着呢？不行，线不线路非常大呀，对对，这球粘到自己的上面了，力量也大，这样大磕到自己的，投到这个位置，磕到后面的球还传了一点，这样的话应该是三个进吧，我看对。从我们这个角度看，这个五号黄湖更近一点。对，应该是黄湖更近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黄湖起码还有三分的得分牵制一下对手。没太给，看出来了，没事，顶线带着，嗨，嗨，让顶线，嗨，嗨，嗨，让不用怀疑，全力顶线，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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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磕了一下，哎呦，哎呦，还不错啊，还可以啊，对，擦着上方那颗黄湖进来，嗯。幸亏他这个力量够，要不然肯定磕到前面的黄球了。对。但现在还是圆心是敞开的，还是一样的线路，粘到这个红球的上面。红球，现在是五，顶线擦了点五区，顶线二，二，看起来力量还不错啊。二，继续擦一擦，对，再来一点，哎呦，停到前面了。这球啊，没有能够顺进来，嗯，这样也行，这样的话可以后期用它进行一些传球啊，轻磕都可以。对。这局大本营的局势还是稍微复杂了一点啊。哪一个球的角度都很重要。对。没有。没风险。我要是挂自己的了也没。没风险。我尽量贴着自己的过，然后还能下线。对。稍微点转。我这要少给转。对，我提点劲。嗯，然后你那边是七零是。磕的力量，对，这球宁小无大，站位也行。我那我80，80少给转的那种。这边最后一壶啊，80有点。你们能听到南江文刚才说的这个宁小无大，这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训练经常用的这个失误趋向的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这个力量宁可小一点，千万不要大投到后区。对。OK， 力量很好。磕了要磕。你看这个球的旋转有点少啊，哎呦，这个掉线。这球没有转啊，这球大家看这个没有旋转啊，所以说就突然一下掉这么大。可以，我这。这样的话，现在看看黄球，选应该是选择刚才大致投出来的这个角度啊，进行一个传球。嗯。踏板都行，踏板是不是？最起码踏板。就别太小力量，太小磕不动。是啊，就斜着掉。斜着掉。是。这给照吧，还那么直，嗯，就这么直，它
你就看能不能把下方那颗有一定难度啊，这个球对下方那颗红弧差不多十区差不多，哎，磕一下，要磕到五区那颗黄弧的一半，还得再薄一点，让它斜着这么传自己传到下面原先那个黄球，对，嗯，一半差不多。难度系数很高啊！看杨莹这个球，力量，效果怎么样？踏板，踏板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十吗？踏板，踏板，可立，二，二，二，哇哇哇哇哇，不行！哎呦，这球掉下来了。对，后边掉了。这样的话还是红球一个进。嗯，这样的话红湖先手偷到一分。还不错啊，这个红红有完这一分之后，这些保护啊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。嗯，所以说嘉文这边啊再追一分，现在应该是2-4啊。对，就因为尤其是混双比赛啊，这个分差其实很容易追回来。这两局嘉文这边做的还是不错的，还有最后的三局比赛啊，差2分。其实还不好说。双方的第六局比赛，这局依然是林志他们队的后手。也是后手马上选择了一个边区进攻，这球选择的是边区。嗯。OK OK。塔色还行。啊，好看。科。可以啊，你可以这边。这个一两。这样的话，想进行一个粘啊，但是线路没下到一个很好的位置上。你拿这边喝吧。行。这点小点吧。搁哪儿都行。感觉这点小点。再来点点，再来点。行，还是九区的劲儿差不多。可以啊。选择这个粘磕，把这个红球啊磕到这个踢线后一点左右的位置上，让它变成这个垫背球。可立，力量八二，力量小点二，很小吗？小，很小，进行行吗？感觉这个线路也很小啊。对，力量也差一点儿。这样的话只能挂到另一边的边上。哎呦，站位了，力量很小啊。对，这球没法进营。嗯，不过也还可以啊，这样的话变成一个边区站位，现在有两边的这个边区站位了。对，上来擦这边可能会涩，3-73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有限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吗？这样的话选择一样的尝试啊，边区粘到对手的球的上面。二线不好掉，我们看这个弧线掉特别大，突然一下下线了。二磕他这个点，哇！
球看看住磕到，放磕一下，哎，不错，好球。你不磕这线就不行。轻磕了一下。后期的这个场地，尤其是后期啊，到这个弧线峰值之后啊，嗯，掉线特别大，所以说这个擦冰啊，还有一些沟通交流啊，这个时候非常关键的。滑一点，这边打往这边打可以，然后这样是往这边打就行。二，你的双飞啊，这球，这球怎么样？很接近，漂亮，嗯，可以啊，虽然说相关了，但是把两颗红弧啊都打出去了，后面那颗自己的黄球也用处不大了，因为已经在踢线后了嘛。而且这样让大本营内的局势啊也变得更简单一些。但是这样的话，其实这局。不太有轻松拿两分的机会了。嗯。九秒。擦了二。哇，这是个第三球，二擦到底，孙二。又掉线了。二，擦到底。这个。打掉。哎呀。Okay. 哎呦。家伙玩的很极端啊，这个都是。我这个第三球、啊。这样直接把大本营这颗黄弧打掉。有点毛病了，感觉。对，有可能你看，听这个运动员说啊，可能是这个球，嗯，会比普通球弧线掉大一点。啊。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啊，要相信自己看到的。对，尽快去适应这个问题啊。不管是这个场地的粗糙度，还是这个球啊，还是现在毕竟这个打了有5局比赛、6局比赛。还是要去适应一下这个问题。主要是力量，现在偏大一些。啊。你可以等一等再擦。我也不太确定啊。那就等。差不多了，很好了。下线那就。还是把这个球藏到边区站位后面。下线可以等一等。可以了，不用下了。让对手打不掉这颗球。再下一点这个。或者粘不上。可以了。好球啊！还可以啊。非常好。嗯。嗯哈，应该是完全藏在这个红球站位后面的。是的。这样的话，红球只能选择粘一个。这个时候就是说，如果粘不上的话，直接两分这个局面就出来了。刚进行完一个击打的南加瓦尔，看看这个球力量控制怎么样。线够了，加油，力量。插进。粘球很对这个线路角度很重要啊，一定要粘到这个球的外侧，要赢粘赢这个球，千万不要掉下来。下线，这球能不能粘到？力量不错，但是它线路大。对。这样的话，黄球应该是选择磕一下这个红的，把这个红球磕出去。上次贴粘了，那不管。行，那就。对，不，力量不能用太大，因为如果说没全露出来的话，一定要给他一个弧线的空间。对，这球得掉到站位后面去，然后另一边去磕这个红球，否则有相关。稍微点点，哎，带着，十，嗨。打得不错啊，再掉一点儿，好球，好球，这样的话一下子两分牵制，对，要不然他那块要是感觉要是不擦，就感觉有点。这样的话，营内啊，两颗黄弧能够牵制对手。十秒。角度还是不错的，刚这球。
偏斜一点走吧。咋地方偏一点？我都想往那边悬一个了。来看范素媛这个球。选择一个双飞啊。这个力量是不是有点小呀？对，看这能不能，哎呦，得嘞，这样的话后手三分，打到了一个自己前方的弧啊，完全没有能够碰到营里的这两颗黄弧，那么这样对于这个林志他们来说啊，就非常简单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选择力量这么小啊，如果大一点的话，打掉一个，给两分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对，三分的话其实还是比较不太好的这个情况。当然也考验杨洋最后一投啊。这球难度也不是很大，只要全进赢啊，三分就到手。甚至可能搭一点边儿都会算一分。对。而且前方也是没有站位弧的阻挡的。下路可以。有两个边区站位，但是啊，边区对对。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威胁。是的。有一脚降速了，宝汉。够了。擦进来。这球，看力量怎么样。三分的机会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啊，应该可以的啊。好球。然后后手轻松拿到三分啊。对。你瞅着现在感觉有点犟哎。也是刚才范素媛有一个失误啊，最后一投的失误，让这个局面啊一下子变得这个对不明朗起来。那么这样的话。林志他们队再拿三分，比分已经来到了7-2啊。就说刚才这个选择边区进攻还是比较成功的，这一下，很成功的一个战术。对。这样的话，最后两局啊，五分的差距。那么这一局潘嘉文他们的后手方必须要尽可能的多拿一些分数。对，下路可以先大一点，志哥，看力量。不这时候对黄球的压力是比较小的，还行，因为领先五分，领先五分啊。所以这两局对他们来说，只要不出现这种大的失误，都是人家没问题的。对，一分可以给的。好球啊！漂亮！哟，这球直接粘到了下方这颗红弧。对。对看效果像摆在那儿一样似的。对，这个旋球非常好啊。后期下电差的。我顺球，我寻思我灯的稍微大一点，因为要灯小容易出我带球，我现在有点。赶劲儿球！啊，现大掉了。现大吗？啊、嗯，现大。OK。看什么？还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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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行。不行，等。还行，劲儿还可以啊、哦。等。下线都行。力量感觉大一点啊，下很好，但是线路没问题，线路还可以啊，好不错，也是粘到，粘的话粘到这个红球左侧里角，把这个红球是一个往外方向挤出去的这个感觉。那么林志这边应该是要继续粘啊，对，这就很关键，这球要是粘到这个红球的里角的话。就是这红球的左侧靠圆心那一边，这个红球就是往外走的这个角度，如果粘到外角的话，他们后面自己那个黄球就是往外走的角度，对，所以说一定要粘到里侧，力量
这球就看线路怎么样了。稍微等一等，这样小顶线，还可以线。啊，站。等这样大，等会儿。包姐，力量还行，站。不行。哎呦，想说的站到外，站到了外侧了，不好了。嗯。这样的话，现在红球一个进。这个时候，红球其实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，再往这个红球粘一个，不知道他们选择击打还是粘。看南嘉文这一球的质量怎么样啊？选择了这个磕甩，二塔头底碎，二线路很好，哦，跳投能不能来点？甩一点，哎呦，哎呦，不错啊，直接打出意外效果了，有双飞，这球错进错出，打出了一个双飞，而且这样的话，红湖是有三颗在营内进行牵制的。是我看那球，要不然不现在不打。对，这局还是后手啊，啊，很好的这个情况。揍俩能揍吧？对，什么刚才说的，这一局对于南嘉文他们来说，一定是要争取拿大分的。对。把后面烧掉就行。林志选择了大力击打，速度很快，看能打掉几颗红球。不错啊，也是打成了双飞。这样的话，把三分牵制变成两分牵制。如果他们再投一个的话，对，这球还不错啊，效果很好。嗯，可以，这主要把他后面这个也烧掉，都在掉的时候。对，而且这颗球还给他磕到了这个旁边，不在站位后面藏着了。这个击打非常成功啊！对。那么这边应该还是要旋进营啊，继续做牵制。两八。嗯，我磕是多少？磕那个七三。两八，行，我基本上就85。85。88。感觉小一点，进营够了，线大，线大，下线推，对，再推，几区？感觉有点后虚、啊。下线。嗯，力量偏大了一点。有点大啊。投不到了，这个提前后一点。3秒88。OK， 90。这个时候，这两个球应该是不太好打掉的。但还是选择击打。对，因为从这个角度看不出来，这个站位应该漏出来多少、啊？应该是漏了一点，应该是一个球在外面。对，还是先。但这两个球角度还比较平行。是的。对。啊，这个角度看的比较。对他其实可以打右边那颗球，打甩也可以接受的。嗯。甩到这个红球的上面，不用说非得进行这个双飞。看林志啊，林志刚才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击打，看这一次的击打怎么样？3秒4。选择了这个小力量打甩啊。嗯。不要着急，等下线啊。可以等，可以发到底，发到底，发到底。再掉一点，打定了，线路比较直啊这边。对，这球没有能够甩往圆心甩过去。这样的话，还是红湖会更近一些。力量不大，把那个打掉就完了。嗯。不过比赛已经来到第7局了嘛，所以说，一共8局的比赛，这局就算给南嘉文他们2分，对，完全可以接受的。对。所以说，那个林志那个双飞啊。把三分局面变成两分局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一球。对，那个球非常关键。对，避免了让南嘉文他们拿一个大分啊，这样的话最后一局给南嘉文他们的压力就更大了。对。3秒8，但是我感觉这线不太好。
没事，线应该还行，线应该还行。顶线，有点靠近中线，顶线，嗨，嗨，要磕水了，磕水。选择了一个粘磕。好，完成的不错，这样两分牵制，两分进。对，稍微这个掉下来一点，他可能是想粘在上面，然后看有没有三分的这个机会。嗯，但是最后形成了一个磕甩啊，对，磕到以后往里甩了一些。不过这样的话，左边这个一号虎应该是露在外面了，可以进行击打。十一秒，行。对，露在外面一半左右。是。你给个点，我看一眼。所以说这个对于打飞了就可以这球，对，对于杨洋来说，只要这个给一分是可以接受的。行，他把这个打掉应该是两分，因为他们后手。啊，对，后手，红球后手。嗯。这样7-3，7-4，7-4，对，领先三分，然后后手打最后一局是相当舒服的。可立，二。二，有一定要擦住啊！二，应该没问题，好，没问题啊！好球，好球！这样的话，看他们能不能投进来第二分啊？对，最后投一个。对，因为给他两分呢，下局照打领先三分后手。对，像我们刚才说的，领先三分后手打最后一局是相当舒服的。对，就压力会比较小一些啊。所以说给两分也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还是要看，分速员这最后一投啊。这个投还是有点难度的啊，一定要投离圆心特别近，要至少压一点这个小白圈的这个位置上。是的。零标我怕掉不下来呀。嗯，能掉来。你要是劲儿大，应该是磕甩。行，零标3-85吧。85哎，零标收点，零标收点，不行，掉下来。零标收一点，3-89-85之间。我那球3-9。你就85，8590，行。非常关键的第七局最后一投。很小吗？就非常考验范思源的这个悬壶能力啊，但是好像这个两个人也是没有进行过多交流啊，直接擦了，直接就擦了。够不够？再来，加油，没问题，再来。哎呦，这球力量小，力量小了啊！只拿到一分，嗯，很可惜啊，这个拿两分的机会没有抓住。对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再追一分的话，对于他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。那么这样的话，7-3进入到最后一局啊，一个四分的局面，对于南加文来说就非常困难。嗯。不是我不打了啊，可以来吧。啊，选择了这个弃权啊，直接认输了。对，因为冰壶是绅士项目嘛，如果领先这个太多分了，落后太多分了，没必要再浪费这个对手的体力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提前选择了这个比赛结束。那么在这场比赛中啊，林志和杨莹用了七局比赛，最终是以7-3战胜了南加文队，也是拿到了他们来到这一站比赛的首场胜利。啊，南加文队在早上完成逆转之后，下午的比赛啊，还是开局有点慢热，然后后面的状态也是没有能够及时调过来，也是收获了一场失败。那么今天下午的比赛啊，就为您送到这里。今天的晚间啊，我们还是会有两场混双的比赛，林志和杨莹将会对阵程阔，而另外一条赛道臧佳亮也是要对阵刘瑞，也是以前的这个老的这个国家队成员啊，互相对战。对，就是两个刘瑞，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了。对，两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的组合啊。对，我们也是期待一下晚上的比赛。那么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，晚上的比赛我们再会。我上午的时候，他们还喊我们说去喝，啊，我说。